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冯先生。经常许多人问说，为什么 iPhone X 在解锁画面上的拍照和闪光灯钮怎么按都没有反应？有人甚至还会以为是 iPhone 坏了。相信第一次使用 iPhone X 的人都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。接下来就由冯先生来替大家说明原因喽。其实啊，这个功能是苹果针对 iPhone X 所特别设计的功能。这两个功能其实只有透过 3D Touch 才能实现。我们需要透过手指用力按压萤幕闪光灯按钮，约1秒的时间，功能就会出现。连同拍照的功能也是相同，你可以用力按压1秒拍照按钮，画面就会立即开启拍照模式。如果下次有人再问起的话，就将这方法告诉他吧。下回见喽，拜。